行了，你在这儿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燕青，怎么了？你害怕过吗？你说的是以前还是现在？都问。以前吧，还真没怕过。不管敌人有多凶残，我眼都不眨就往上冲。兄弟们都说我是狠人。现在呢？现在怎么样？这人呢，一旦有了牵挂，就会怕。牵挂的越多，害怕就越深。这丢死人了，我这。喂，你别往外说啊，说了我也不会认的。那你呢？我也怕，有时候会怕得睡不着。我再无私一回，这个呢是我的护身符，我娘给我的。你要是怕的时候啊，你就这样慢慢的抚摸它，屡试不爽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我借你的，明天我还是要拿回来。这个不是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玉佩吗？嗯，怎么碎了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狼也摔的吗？你可千万别再摔了，真拼不回去了。好，我记住了。玲珑，要不我等你睡了我再走吧。我先睡了，好梦。